家好，我叫卡比努尔塞买提，我在哈密文创园从事讲解员的工作。今天呢，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一天的工作和生活。每天早上9:30准时到达单位，我会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。我现在上班的哈密文创园在早几年呢是一个废弃的旧厂区，2019年开始，集团在完整保留原有厂区的基础上，新修建了骑士文化城、瓜香美食城、全民休闲健身广场和新疆礼物馆。现如今，这里成了哈密人吃喝玩乐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创意示范园。喜欢的是石头宴拍照，各种各样的石头摆放在一起，就跟真的菜品一样，都能让游客胃口大增。从小就很擅长跳舞，每当我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区，就会忍不住想跳上一段。